心本。上合五十一面，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若就当今初具即无量光，动彻无碍故。二句即无量寿，长恒不变故。三四句即灵心绝代，光寿交融，一切功德皆无量故。五句总赞即经云，如我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末句皆归言，阿弥陀佛全体是当人自信也。这个一段呢，是讲这个序文啊，明信这个一行半交代的清清楚楚啊，非常的难得。那么这一段里面的含义也非常之精深博大。演义里面有发挥啊，诸位掀开下册第二十五面啊，二十五面最后一行看起。若就当今啊，下是以下啊，这一句以下啊，世界序文已尽。我们这个本子上那个标点呢有一点错误啊，诸位读的时候要注意。那么这个句子是这样读法的，若就当今下，这是一句啊，就是这一下啊，这一下呢，这一段是解释序文呢已尽啊，把这个序文呢解释完了啊。这个下复配注经啊，这个一下呢再配合注经来说。今先就当今配光寿也，配注经啊，是先就本经来配。哪一句说的什么？是经文上啊，哪一个意思？啊，句句都交代的清清楚楚，都古文。啊，因为古书在从前呢都没有圈这个句点啊，这个句点呢是读书人自己去圈啊，从前人写文章不带这个断句的。换一句话说，你要是没有能力把句子念下来就没有资格读书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习惯是如此啊。现在印书啊都把标点符号印上去了，在从前那个标点符号是读书人自己做的事情啊，写文章的人他决定不用这个标点符号啊。所以这个大师在当时啊，这个本子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往往有这个句子念错了啊，念断了，像刚才这两个点都点错了。那么在这一段里面，这个初句
是序文里面的第一句，就是灵明洞彻，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湛极长恒，灵明洞彻呢，就是无量光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底下呢，大师自己在这个注解里面说，洞彻无碍故，这是前面我们都已经详细的说过了，在此地也不必再啰嗦了。这个第二句呢，是无量寿的意思，长恒不变，这就是无量寿的意思。第三句跟第四句，序文里面是非浊非清，无辈无相，这个两句是讲灵性绝代，光寿交融，是含着这个意思在，一切功德皆无量故，这是总说无量。那么第五句呢，是总赞，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真真不可思议，特是不可思议这四个字里面的含义，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一前面也都说过。那么这一句呢，就是在本经里面像释迦牟尼佛自己所说的如我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而十方诸佛呢也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这个不可思议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末句归到自己的自信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是谁呢？是自己是真正不可思议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谁呀？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偶一大师在要解里面开始给我们讲本经的三大纲领信念行，头一个说出这个信，信里面他讲了六条，第一个就是信字莲池大师在此地也是明显地告诉我们，这是自信如果不相信自信，那就不叫信佛佛法里面讲信解行证，第一个就是要信字，而后再信他他佛可以给我们做正上缘，信字是信清音缘，素缘缘无见缘，信他呢是信正上缘这个信心是这么建立的那么此地这个注子里面也讲得很好简单扼要前面这一句
啊，说今先就当今配光寿，这个容易懂啊。经文里面讲的无量光无量寿，这很容易明白啊。那么下面讲绝代交融啊，就是三四句讲临心绝代光寿交融啊。这个注子里头有几句话给我们说明光与寿啊，注意看这个下卷这个本子啊，光与寿是对待法，对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的啊，是就是好像是一个相对的啊，而其实啊，举光则寿荣，举寿则光荣，原非二无，有何对待呢？这个说明了，看起来是好像是对待的，其实是一桩事情，都是本性里面的性德，本性有照之德，这就是光啊，本性有智慧呀，本性有极德。即是如如不动啊，真心确实是不动。佛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举见心啊，见心呢就是真心啊，见心呢就具足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见心它能照啊，见一切色了了分明，这是无量光的意思。见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坏啊，这是无量寿的意思啊。睁开眼睛见，闭着眼睛还见，诸位读楞严经就晓得，十番显见呢，说明见性是真性啊，见性就是真如本性啊。你晓得见性如是，六根根性无不如是，所以是原以一经名呢，分成六合合。由此可知光义跟寿义啊，确实是交融的啊，是绝代的，绝代就是不是相对的啊，所以也交融啊。这个地方呢，云飞而无啊，一个是从照上说，一个是从极上说啊，极就是自性本定，这个定不是修来的啊，自性本来具足的，这就是所谓是楞严大定啊，楞严大定不是修的啊，性定啊。这个照觉照呢，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是自性慧呀、啊。是无量光啊，自性定啊，是无量寿啊，定慧同是性德，所以它是绝对，它是交融。底下一句说呢，一切功德皆无量故，这个下面呢有四行解释这一句，一切功德为无漏性功德，首先我们要说明这个性啊，性是真如本性，
有体有相有用啊。这个一部《华严经》啊，这个经题上讲的大方广，大就是赞叹性体啊，方呢是赞叹的性相，广是赞叹的真心的起用。大方广三个字就是赞叹本性的体相作用。功德就是指它的这个相与用啊，这是本性的功德啊，既是本性的呢，绝对不是修得的，是本来具足，能生万法，这是性功德了。这个性功德是无漏的，漏是佛教里面一个术语，它是烦恼的总代名词。所以无漏啊，就是决定不生烦恼啊，称性的功德里面没有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断尽了，才叫做无漏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这个漏还没尽，还没完全离开，那一瓶生相无明也没有了，才叫真无漏啊。所以真无漏的性功德谁有呢？原教的佛才具足啊，才圆满。小乘人也称无漏，但是没有性功德啊，因为小乘人的无漏啊，是只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有断，无明没断啊，所以小乘无漏不是究竟的啊，无漏性功德才是真正自己本来面目。那我们想想，我们先前一切时中常生烦恼，这就是有漏啊。有漏是凡夫啊，无漏是圣人。有漏啊是迷惑颠倒，无漏才是觉悟不迷啊。所以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起不起烦恼？起烦恼就是凡夫啊，就是病态，就是不健康啊，自己一定要觉悟。所以此地所讲的一切功德是说无漏称性的功德啊，就是本性本来具足的功德，功是功能啊，德是德用，无量呢是具足圆满，不可思议。这是无量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无漏性功德了，是圆圆满满，一点都不欠缺，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那么十法界六凡法界不是有漏的吗？你自己想想，六凡是有漏的还是无漏的？
没觉悟的时候在六凡是有漏的，大彻大悟之后他住一真法界，一真跟十法界是一不是二。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十法界？有，可是在大菩萨佛的眼光里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是什么样子呢？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样子，也有菩萨的样子，也有天人的样子，也有恶鬼地狱的样子，哦，样子好多好多，都是佛。佛眼睛里面看都是佛，绝不是说成了佛之后看一切众生通通都变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没这个事，没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他证到无漏了，看到这一些相分，一些相分是性变现的，性无漏，相也无漏啊。所谓漏从哪了？漏是你自己迷了啊，与相不相干了，自己迷了啊，自生烦恼啊，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他确确实实圆满的具足，不可思议啊。所以用这一句啊，而以此句当非浊非清而去。在真心里面，相被清浊通通说不上啊。是有没有呢？是有，理上没有，是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相里面有清浊相悖，性里头没有啊，事上有清浊相悖，理上没有啊。那么由此可知，所谓清浊相悖啊，是迷了以后才有这个现象，悟了之后没有这个相啊，没有这个现象。这个底下说，以但有清浊相悖呀，既有对待不融通了，便不是性功德，便非无量，那就是有量。今无清浊相悖，是一切功德皆无量也。这个清浊相悖前面也说得很详细，那么这个是三四句和本经的经义上来看，我们得到这么一个结论，第五句总赞，其经云：如我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个到经文里面还有详细的来讨论。末句结归这非常非常重要。以阿弥陀佛全体是当人自信也。全体包括了依报与正报啊，当人什么就是自己啊，就是自己的自信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是自己的自信啊。这个话怎么说呢？此地这个注子里说了：为梵语阿弥陀，此云无量寿无量光，这是本经里面解释的。
而自心即即是无量寿，自心照即是无量光，即照不二即是光寿交融。所以阿弥陀佛岂不即是当人自心？这就是所谓的自心弥陀啊，唯心净土啊，净土弥陀都是自心变化出来的啊。既是自心变化出来的，当然不是别人，是别人，是自己啊。经论啊，注解就是论的，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听到啊，好像也听明白了。其实明白了没有了？没有了啊，没听明白，没听懂啊。为什么呢？如果真听明白，真听懂了，你就成了阿弥陀佛了啊，你就入了境界了嘛。就像禅宗所谓言下大悟啊，你听了在言下没悟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听了似懂非懂啊，不是真正懂的，境界没转过来啊。真懂得了，境界立刻就转过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业障太重了，障碍着你自己的自信即照啊。所以你自信本定不能现起，自信般若也不能现起，被自己业障给障住了。但是注意要明了一桩事情，就是自性般若，自性本定是本有的啊。你现在这个业障烦恼无明是本来无的，本来无的就是假的，本来有的是真的。本来有的一定可以证得，可以恢复；本来无的一定可以断掉，可以能断干净啊。最低的条件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啊，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啊，那么你就有一个入处了。那么再看底下第二段啊，第二段呢则在配三大啊来说。又蹴鞠鸣舞不照即用大啊，我们要把这个经文要记清楚啊，否则的话的说，我们不晓得它指什么啊。初句是灵敏动车，第二句是战机长痕啊。灵敏动车这是讲的用大啊，无所不照吗？第二句战机长痕啊，就是静无不寒，就是向大。成入本性是什么样子啊？清净即灭相，它不动啊。经上常说的
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自信本定，你觉悟的时候他在定中，你迷的时候他还在定中，不是说你迷了他就乱了，他迷了他就乱了，那不叫做本性啊，不叫做本觉。迷了他也不乱呐、啊。好像阴天啊，阴天太阳没有了吗？太阳还是一样放光啊，只是云彩遮住而已。云彩你遮你的，它还一样放光啊。现在我们对这个知道的很清楚了啊，乘了飞机飞到云层上面还是光天化日啊，并不是说哇今天太阳没有光了，不是，这就跟自信本定自信的般若一样啊，它还是照还是极，永远没有改变，而是我们自己生了无明，这个无明就像一片云彩啊，暂时的好像是障碍了，其实并没障碍啊，好像是障碍啊，好像云层遮住太阳了吗？没遮住啊，好像是遮住，其实并没遮住啊，太阳大得很，那云层那一点点怎么能遮到太阳呢？而我们自信更大，经上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一点无明烦恼怎么能障碍得住呢？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由此可知，灵敏洞缺是它的作用啊，湛极长恒呢就是它的样子啊。而三四句所讲的呢，无相无备呀，正是讲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清浊相对通通说不上啊，是是三四句啊，准绝二边，准是远远的啊，远远的断绝了两边，清浊是两边，相对是两边，那今天的话就是超越了相对啊，连绝对都不可得，绝对跟相对还是两边啊，这就是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意思啊，不可思不可议啊，这是显体无拘总赞，所谓即三即一，双面双存，慈上女王，不可思议。把这个体相用啊合起来看，这就是总赞。末句呢还是皆归到自性啊，体相用说的是说的是自己啊，自家的体相用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部弥陀经，弥陀经苏超演义讲什么？讲的是自己，就是自己的体相用三大，不是讲别的。弥陀经出世啊，华严法华圆觉，无有一经不如是。整个佛法就是说的自己，所以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
为什么呢？宗教里面讲的有他，不是自己。学说哲学里的也是讲的他，也不是自己。而佛法确实确宗啊，就是讲的自己，没有讲到外人。唯识学里都说得很好啊，佛法里头分别一切法相，分的是分别的是自己啊，真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懂得佛法啊，你也没办法入佛法，一定。要明了啊。那么这一段演义里头啊也有注解啊，诸位翻开来看，又蹴鞠名无下啊，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配三大爷，这个三大就是体大、相大、用大啊。先从用大说起，用大者为众生兴聚，有无边妙用啊。这是讲众生的心。你的心呢、啊、具足无边的妙用啊，论云善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这个论是起心论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啊，他用起心论上排列的顺序啊，一体大，二相大，三用大。那么因为此地讲用大了，所以就引第三啊，第三条啊，来说明众生心具有无边的妙用啊，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因善果啊，这个出世间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善因善果从哪来的？是从你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出世间世间人天的善因善果也是你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诸位要知道，这是真心。真心呢，决定生善因善果。啊，那么三恶道从哪来的？还有一个阿修罗道也不好啊。啊，从哪来的呢？是妄心生的。真心啊，上面带了一层无明，就生一切恶因恶果，还是这个心生的。这个心上啊，带了无明，带了啊烦恼业障，就生恶因恶果。啊，去掉无明，去掉业障。这个心所生的善因善果啊，这岂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啊，法界是指十法界啊，指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与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造啊，这个造就是现的意思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现为什么不现一样的，会现种种不一样的呢？实在当中起变化，为实所变。心是真心，为实是拜了一层无明的真心，我们称为阿赖耶识，称妄心。所以他能生，也正是六祖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没想到，没想到我自信啊能变现出这一切万法。他那个时候一开悟，一见到这个真相的时候，说出这么一句很感慨的话。那么底下呢，在和这一段文上来看，今此临明无所不照，本性里面的般若光明无所不照啊，即使能生一切事出是善因果也。那么从这一句呢，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确的体会到，哦，一切善因善果是从智慧里面生的。临明觉照啊，是本性的智慧呀。难怪呀，佛法所标榜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你看本性里面有体有相有用，无上正等正觉说的什么？是说的是用啊！无上正等正觉不是讲的是体，讲的是作用啊！所以我们讲佛，佛这个字是觉的意思，智的意思，还是讲的作用。如果讲体应当讲极呀，讲清净极灭才对呀，所以讲涅槃，梵语涅槃是从体上讲，涅槃是极净的意思，极灭的意思，涅槃从体上讲，佛呢是从用上讲的，因为佛是智慧，是觉的意思，涅槃跟佛是一个意思，一个从体上说，一个从作用上说。用当然有体，体一定有用。这个就是了解了。善因善果一定要智慧。没有智慧不行啊！那么再看底下这一节，是向大者为众生心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佛成佛的时候说啊，成佛了。才看到一切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诸法实相他老就说出来了，一切众生是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通通具足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很可惜的，就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他老师随着有这么一个很感慨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也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掉分别执着，那我们的如来智慧德相不就现前了吗？就证得了吗？
三识，这个分别执着，你就是不肯舍掉，那没法子了。谁肯把分别执着舍掉，当下就成佛。这个东西难学啊，难断呐、无始劫来的习气，怎样学呢？要定，要静。啊，经常给我们讲，静即光通达了，静就是定啊，定到了极处了。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就现前了，这光明就通达了。所以智慧一定是从禅定当中生的，本经的一心不乱就是自性本定，就是禅定、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楞严大定、下面再引起心论上这个第二句所讲的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如来藏是什么？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就是如来藏、那么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无量性功德、说法不一样，事情是一桩事情、具足无量性功德就是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两句话可以互为注解，一看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那么在和这个莲池大师序文里面这个意思来看，是尽此瞻即，瞻即长恒呢、无所不含呐、即是具足无量性功德也。瞻是清净，即是即灭不动啊。所以这心清净啊，一点大字都没有。六祖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粒微尘都不染，这是瞻即呀！这个是真心的样子。体太难讲了，从作用上。从相状上来观察容易体会、相用就是本体、那么你要见到你自信本具的无量功德，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呢？一定要到理一心不乱就见到了、因为说理一心呢，那个样子就是瞻即长恒、要用金刚经上两句话说呢，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是理一心的，这就是瞻即长恒。才能发现这个里面
本来具足。那么再看体大者，为众生心，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法界，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大总相法门的本体。换句话说，一真法界是以什么变现的呢？以众生心变现的。众生心现一真法界的相啊，一真法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别相，别相是俗现的，总相是能现。总相呢，就是心相，就是众生心的相。论言，业者体大，为一切法证如平等，不增减故。这就是依法界大总相法门体，不增不减，无清无浊，无垢无相。这个里头一法不离，一法不舍，没有取舍。所以这个法是平等法，这个法是真实法，一切法真如啊。体是真的，相用也不假，迷了的时候 说之为虚妄啊，悟了的时候说之为纯真。迷了的时候好像有增减，悟了的时候没有增减，所以是在佛不增加了，在众生并没有减少啊。一切法都是不增不减，没有增减。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观察，现在这个科学家也发现了，但是没有佛法说的这么透彻。科学家里面说的，物质不灭，精神也不灭。既然不灭了，当然就不生，不生不灭，这是真实的。而一切相呢，只有缘聚缘散。所以有很多人奇怪，现在这个世界人口这么多到底从哪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性会变成很多个很多性呢你这么想法就错了。如果我们一个神识会变成很多那么将来我们成佛也能成很多佛了，没这个道理所以要晓得这个它的真相啊，是不增不减，不依不异，一味平等，这才是它的真相。那么和序文的意思来说呢，是经此灵性绝代，迥绝二边。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庆祝相悖是两边的
在真性里面找不到啊。这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真如平等，不增不减，是亦为平等也。那么这是显示体大。下面把这个体相用三者合起来赞，总赞，所谓即三即一，双面双存，这里头也有注解。体非相用，乃至用非体相，即三也。这个意思，体不是相，相不是用，体相用啊是三个，即三个是三个，虽然是 一体，它是从三个角度上来观察了，但是它三个又是一个，立了体没有相用，立了相啊也没有体用，所以它又是一个一二三，三而一啊。那么说三就没有一了，说一就没有三了，双面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双存，一三都讲得通。这些句子啊，里面的含义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有一点模糊，不但你不能开悟啊，你必然是更加迷惑，增长了迷惑了，增长无明了，或者增长邪见了，一定是这种情形。为什么是三？为什么是一？为什么又不是三又不是一？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条条都要搞清楚他讲三一，从哪个角度讲？他讲非三非一，从什么地方讲？从即三即一，从哪里讲的？都要搞清楚面面观察了，才能够悟入实相。这个事实的真相才真正搞清楚了。断疑生性把这个体相用三大了，是一桩什么事情呀？搞清楚了这个事情关系非常非常之大在哲学里面来讲呢，属于本体现象体大就是本体，相大就是现象用大包括的范围太广大了几乎世出世间所有的学术无不包括在用大之中，一即三则一面呢，三即一则三面，就双面而又一即三则三存，三即一则一存，就双存存实即面，面实即存，非面非存，不可思议言语只能到这个地方
啊，言语的功能呢，到这个地方发挥到极处了，再没法子。意思怎么样呢？意思没进，意思要从这个地方啊，你要再推一层进去。所以是意在言外啊，那个言外之意没法子说了，只好说不可思议了。所以不可思议这个言语是到尽头了，再没有了，啊，到顶头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诸位你要是跟人家解释不可思议这是什么意思，你把这一段说出来，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这一段是就三大来说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在后面有几句话：此上律王不可思议，啊，此时言说，言说到这里静了啊，说完了静了，没法再说了。律是什么？是思虑。前面词上啊，就是言语道断，律王就是心行处灭，啊，言说达不到，思维想象也达不到，这是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境界？有，有那个真实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呢？自信啊，就是我们自己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本经的教体，弥陀经是从本性里面，就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那么这部经呢，就是自己的自性，由此可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自信的德号啊！用这个名号深深把自己的自信唤起来，唤醒，恢复我们的自信，所以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下面这段文呢，再配三德来说，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脱。蹴鞠言照即解脱德，二鞠言吉即般若德，三四鞠言吉照不二发生的，五句总赞，末句皆归，列上可知。啊，我们再看演义，啊，演义上说，又蹴鞠言照下配三德。智慧光明遍照法界，名为般若。法界有一真法界，有十法界。照了就是一切明了通达。啊，这个在一般宗教里面呢，赞叹他们的神上帝是全知全能，啊，其实神明跟上帝未必是全知全能，而自信般若的作用啊，还真是全知全能。
所以全知全能是自己呀、啊。我们现在很可怜啊，本来是全知全能，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不知道的啊，现在人这个迷惑啊，亏说到了极处啊，听说某个地方有某个人有点小神通了，哎呦不得了了，那个人有神通了啊，赶紧要去拜他去了。诸位要晓得，那小通啊，是不是他自己真有神通呢？不是的，诸位读楞严经就晓得啊，而是一些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啊，这些妖魔鬼怪多半都有五通啊，就是天眼、天耳、他心、神足啊，他没有漏尽通啊，六通里面前五通他有，他有虚命，他附在你身上，你呀能知道过去未来，其实不是你知道，他知道。他有多大能力呢？很有限，他只知道最近的事情啊，远的事情也不晓得，只知道小事情，大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了，绝不能被这些妖魔鬼怪欺骗了啊。一个人要信这些妖魔鬼怪，他这个家不久要败；一个国要信这个信这些东西啊，他的国不久一定要亡。啊，你看我们这个古人，诸位读《左传》就晓得，啊，《左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啊，国之将亡啊，必有妖孽呀。要你说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先今天看今天社会不好啊，这个社会要遭难的样子啊，它不是一个幸福的样子，是一个有大劫难将来的一个前兆啊，就是到处都有这些妖魔鬼怪啊，迷惑人心，把人的政治政见呢都迷惑住了。所以这个灾难从哪来的？灾难是人自己造的。这些妖魔鬼怪，你要是不理他，啊，不相信他，不理会他，他两天他就走掉了。啊，他在此地无法逞能嘛。有一伙人相信他，拥护他，后他越来越厉害。啊，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好奇无怪。啊，讲正法他不相信，这个平平淡淡有什么稀奇啊？那个一有神通或一说到我心里的事情，哦，这个不得了，这是人性的弱点呐、啊！妖魔鬼怪就抓住人性的弱点啊，来迷惑你，使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你自己有万德万能啊，你自己有无限的这个智慧光明啊，你信那些妖魔鬼怪统统失掉了，使自己愈迷愈深，造作罪业越来越重。中国外国同时如此啊，这叫迷信啊，尤其是这些腐乱的啊，我从小在大陆上就见过，我一学佛见到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在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我念小学的时候看过很多次啊，但是在大陆上那个佛卵不像在台湾，不像在台湾这个系统啊，它是专业的啊，这个我不相信，我在台湾参观过几次，我不相信啊，大陆上我相信啊，为什么呢？他扶鸾这个人呢，
他是随临时找来的，他不是专业的啊，不是预先定的。你把这些乱坛摆上就摆上来了，哎，看看那个什么跳水的啊，拉黄包车的啊，都是不认识字的，走到门口说，哎，来来来，请你来，把你拉过来了啊。所以那些人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临时拉来，他什么都不晓得。两个人啊，一个人扶在一边，那个沙盘居然会写字啊，而且写的字写的正楷啊，不是那种很潦草，专门人才认得。我们做小学生在旁边看到，哎，这什么字，他慢慢的写，一笔一画的写啊，大概扶个半个钟点一个钟点，可以能够写出二三十个字。哎，我相信他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都不认识字，这两个人决定写不出来。啊，我去请教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告诉我那是灵鬼，假借佛菩萨的名义，就是冒充佛菩萨，他也做一点好事啊，也想修善，多半是劝人断恶修善啊。要是用他自己的身份，没人相信，所以他就假借冒充佛菩萨名义啊，大家就相信了吧啊，不是真的啊。所以小事灵验，大事就一塌糊涂，他胡说八道啊。而且张家大师告诉我，满清亡国，亡国在伏击上啊，因为慈禧太后相信，满清政府的王公大臣都相信，国家的这个决策呢，自己做不敢做主啊，什么人都不敢做主啊，怎么办呢？取决于扶鸾，所以这个扶鸾把满清政府给扶掉了。所以祖传上有一句说啊，过将心呐，取诸于人啊，听于人呐，听于民，过将心啊，听于民，听老百姓；过将亡呢，就听于神，哎，听归神呢，那个国啊就快亡了。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家要先，听于家人。家人的意见啊，什么事情我们开会来决定，这个家就要信。如果要听这个胡乱的，这个家一定就灭亡了，一个道理嘛。不能听啊，那是迷信啊。所以一定要觉悟啊，佛法是叫你恢复你的本能，恢复你的神力。你自己有神通吗？啊，他才有小五通，你有大神通啊，你有什么不恢复呢？智慧德能是我们本性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啊，佛法的修学从戒定慧，依教奉行，一定可以证得。学佛要诚心诚意去学，不能投机取巧啊！这是恢复自己性德，怎么可以投机取巧呢？有一点虚伪的心就是障碍，就是性德之贼呀！所以菩提心第一条就是至诚心，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真诚啊，才能够恢复自己的智慧光明，遍照法界，这就是般若的。利益一切染得大自在呀，名为解脱啊，这是第二句。唯有自信本定啊，清净寂灭里面呢，才一切染污都没有了啊。有一丝毫的染污，你这个心呢就定不下来
染污什么？我们平常讲的牵挂了啊，有一丝毫东西放在心里面，心就不能够安了啊。所以禅家常讲一丝不挂啊，就是在心地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就是在了啊。有一无就有牵挂，有牵挂就不自在，解脱就是自在啊。这个解在实际上当动词啊，啊，当动词用啊，把它解开呀、啊，脱失脱离，解是从因上讲，脱是从果上讲。我们把迷惑颠倒给解开了，生死轮回就超脱了，这才能得大自在。这是要深深的禅定。所以阿罗汉有九次的定，超越了六道轮回。如来果地上就自性本定，超越二种生死，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这些才叫得大自在。三四句讲即照不二了，这是发生的。心体立念，法界一相为发生。心是真心，真心理体，就是真心的本体。诸位要记住，他没有念。有念就忘啊，无念就叫正念了啊，无念才叫正念，有念是忘念啊。好，那我们也是无念，我们把一切念都没有了，你是不是正念呢？还是忘念？你现在有念是邪见，无念是无明，你绝对不会有正念现前。为什么呢？因为你落在有无两边上啊。这个无念给诸位说啊，啊，这个理念呢，有念离了，无念也离了啊，有无通通都离了，这才叫正念。我们今天只能立一边，立了有念呢，还有无念；立了无念呢，又有念。只能够立一边，不能把两边都立掉。啊，两边立掉才行啊，立一边不行啊。立了无念，有念，有念是邪见。立了有念是无念，无念是无明啊。所以有一种修无想定的，就是把一切妄想他统统离开了，他无念了，专门修无念，修成了变成无想定啊。在四禅天的无想天，外道天的啊，那是一片死寂，他什么都没有吗？啊，这个定要一失掉了，又轮回又投胎啊，是这么一种境界啊。啊，那是死定啊。啊，那个不是发生的。印度有一些外道修行，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他就立一切妄念啊，也是修这种死地啊。修成功了就修到四空天啊，四空天见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片混沌。那混沌说就是无明了啊。我们中国你看过去这个小学生念的幽学故事穷灵啊，一开头混沌初开乾坤实定，跟那个印度外道的见解没有两样，完全相同啊。印度外道二十五地第一条就是明地，那个明地就是混沌初开嘛啊。第二条建立神我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灵魂啊。这是在这个就是无想定到极处的时候，他的境界就如实如实啊。他把那个认为是菩提涅槃，大错特错啊。佛法里头告诉我们呢，这个法身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啊，所以它有光明遍照法界嘛，它是光明，不是黑暗的吧？混沌是黑暗的啊，不是光明的。所以这个身体立念要晓得啊，有念无念通通要立掉啊，然后才看到法界原来是一相啊，一相无二相啊，这就叫做清净法身啊。这底下说是三种借据常乐我净所得，故借云得啊，般若得、解脱得、法身得，这是什么呢？它里头有四条啊。般若里面有常、有乐、有我、有净啊。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他有真真自在的享受啊，真乐啊。我是主宰啊，他真真自己做得了主啊。净是清净，决定不染啊。般若里面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法身里头也有常乐我净，所以称为三德。这个德就是指常乐我净这四种，是故借云德。然由古上修成三德，由印中信聚三德，是今之印中信聚而言也。古上修成的是佛与大菩萨，他这个三德现前，他得到自在的受用啊，他的法身、般若、解脱通通现前，得大自在呀 啊。那么我们凡夫呢，我们果上没有，我们现在虽然本性里头有，我们现在得不到受用啊，法身、般若、常乐、我见通通没有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真的是有，我们本性里面具足啊，具足法身、般若、解脱，具足常乐我净。现在为什么没有呢？迷失了啊，破迷开悟啊，通通恢复了啊。那么这是拿这个序文里面这一段来配三德上说明，可见的这个序文集句这个意思非常之广大精深，
几乎无有一法不保啊。第五句是总赞，这个末后一句是戒归自信啊，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我们一看就明了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